者吴志伟台北报道。蓝金龙邓家佳主演的爱奇艺电视电影《杀无赦》改编自经典美剧《Frozen》，并在澳洲当地取景拍摄。开拍前，蓝正龙以为只会有简单的英文台词，没想到正式开拍后却有多场和外国演员对话的戏。他笑说，我中文都讲不好了，虽然英文不是太差，但还是有压力。有几次他战战兢兢地把英文台词全讲完，却遇上外国演员 NG， 让他当下心中无限哀怨。爱奇艺此次开创了内容与 IP 孵化新模式，《杀无赦》于一月初上架热播中。该系列电视电影共计三集，虽改编自美国影集，但同时加入亚洲元素，制作单位以高规格拍摄，对现场细节同样要求。蓝正龙也提到了有一场戏拍不到他的脸，但为求逼真，导演仍要求他需躺在地上，有时则是一个镜头不 OK， 导演会要求从头再来。拍摄过程细腻辛苦，但看完正片后却让蓝正龙觉得相当值得。蓝正龙这次在澳洲待了两个月，期间爱奇艺中又停增带助女儿跨国探班，他也利用剧组休假的空档带妻女到到处游玩，除了带他们到当地的嘉年华活动和知名景点外，他回忆自己的市集玩投篮游戏，帅气为女儿赢得大熊娃娃。他笑说，现在他每天抱住娃娃睡觉。这次的拍摄有很多美好回忆，如果有第二季，我愿意降价演出。蓝正龙为杀无赦到澳洲拍摄，爱奇艺台湾站提供蓝正龙为杀无赦到澳洲拍摄，爱奇艺台湾站提供蓝正龙为杀无赦到澳洲拍摄，爱奇艺台湾站提供。